10年前买东西 VS 40年后买东西。40年前什么酒要卖8块钱一瓶的吧？太贵了吧？这酒有牌子的，听说叫什么毛子，所以卖的贵啊。行吧，那给我老公带一瓶，再给我来5斤猪肉，猪肉6毛一斤，这里总共3块。鸡蛋怎么卖的吧？也帮我称一点吧。鸡蛋1块钱一斤，这些啊总共有3斤了吧？算你3块。再帮我买点零食的呢？零食也帮袋装包一点吧。就拿2块钱的就可以了。行，等着。全家小礼，最返乡果园辣子鸡腿小黄辣子饼。再拿点膨化食品吧，香菇肥牛、红金海鸭、还有北京烤鸭。孩子喜欢吃糖，就多包点糖吧。没问题。雪碧粉、五彩绳、奶猪郎、闪电爽、钻石糖、大白兔、奶嘴糖，这些啊都给你包上了。40年后，高档咖啡巧克力限量销售了。酱香头铁咖啡和揪心巧克力，有各拿一份吧。稍等。好了，这里总共79.9块，怎么这么贵啊？哪里贵了？要真是已经乱说，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。有时候找找自己的原因好吧？这么多年了，工资为什么没涨？有没有认真工作？